这一支会有黑屏的问题。黑屏。对，那就是贴那个。你看，我们现在正在试。这还没贴。对。那我们来贴，它这支会遇到黑屏问题。可是要解决问题的话，就是必须要。不是，这边不是。对，是一般的，一般的就是没有开孔的。目前 iMOS 有开孔，之前 iMOS 有没开孔的。有没开孔的。对，就是没有开孔的，就是一般的没有开孔的。就黑屏了，那没有办法挂掉，就没有办法挂掉，按这个都没有用。好，必须要怎么做哈？要把萤幕拉掉，那才会好。按一下，那才会好。所以呢，目前 iMOS 目前它是有开的，所以你再贴一张有开孔的，有开孔的 iMOS 是给你看。对，这个开孔的 iMOS 的，然后这边有个 iMOS 的 logo， 这边有个 logo， 这是有开孔的。等一下，等等我一下，接起来。这样都没有黑屏，所以要开孔，要开孔，一定要开孔。